穿衣服都要自己搭配，妈妈帮你配的，你都不要，你要自己选是吗？你觉得这样比较好看？不要再说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是大王啊！我是大王的妈哎！我是比你大王的大王，我是大王妈哎！你是大王妈，那你的 baby 嘞？如果你是妈妈的话，会有 baby，会有小孩啊。你的大王 baby 是谁？就是他，他是你小孩啊！啊、哦，原来是这样。那我的小孩在哪里？是这只这么大只，在剔牙线的这位是不是？是啊。真的，爸爸就像大孩子一样。我有一个原味的杏仁茶，跟一个别这个红豆。
堡。多少钱？手工猪肉香肠哎、欸。老板还多给你。哇，香肠，爸爸最爱吃香肠。哇，还帮你切。你小儿子又开始崩溃了。奶奶拿的。你怎么了？奶奶。这边也可以用。我等一下去叫。哥哥是拉住他，他不知道在干嘛，然后可能弄痛他了，然后他就无法接受。So would you like to have? I have spicy ketchup and mustard. Mustard.有，我钱已经给老板了。有没有问老板从哪里来？现在吃吗？哎、欸，对，现在吃。哦，老板也会说中文。Thank you. 老板秀一下英文啊！ 你是要秀一下英文 ？My wife said, "Where I come from? From Poland. Poland. Yes. Wow. Really Poland. This is a very traditional Polish sausage. Wow. My father's recipe.他说他爸爸的什么？对，做秘诀吗、？Secret。好，来我来帮忙拿这个。This is my mom's recipe。哦，mother's secret。Thank you so much. Thank you. Thank you. Bye bye. Father's secret. Mother's secret. 来，这个鸡蛋糕好吃吗？你们给几分？我给三分。如果满分是五分，你给他几分？我给他两分。好了，不够甜。不够甜哦。又不够脆。又不够脆。那爸爸来，你刚才的那个香肠给他几分？哎啊，满分十分哦，八分啊。那这个肉丸呢？现在在吃。波兰猪肉丸。我就有九分。哦，猪肉丸吃。Mother's secret， 果然还是妈妈赢了。妈妈永远是最厉害的。来，李承勋搓香肠来吃。这个肉丸跟阿妈的肉丸，谁比较厉害？阿妈的肉丸比较嫩。啊！哦！哦小可爱，好，再拿过来，我要收起来，请进。哇，终于找到了饭店了，真是大的之前有看过，评价其实也不错。对啊，这一切都要感谢我的太太。我的太太是全天下最有耐心的人，她最会包容我。她其实说没有，好吧，那关掉了，那就这样了。哇，还有什么？这边有杯水，对，还有冰水。哇，她付很多瓶水给我们呢，有冰水，还有量体重的，还有量体重的，你看量体重的。好，那你要看几公斤？二十度了，我看。什么二十度？我二十公斤，好，这个，来。人家体重机是拿出来，你们在衣柜里面。25、哦、恭喜你25公斤，长大。我20。哇，你也长胖，不错不错。妹妹多少？几公斤？妹妹二。二。十五。手不要碰。18呐。妹妹都知道，看得懂哦，18。你的。妹妹说几公斤？对啊，她是18。真的、哦？18。哇，好厉害，妹妹会看啊，我看一下。